有请下一组选手。你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评委老师好，我是来自广西的妹子。今天呢，我要用男女生唱一首《红尘情歌》。啊，可以开始您的演出。你知道我曾爱着你，你知道我还想着你。离别时说好的不哭泣，为什么眼泪迷离？分手时含泪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，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。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，卿卿往往变成了传说。浪漫红尘中有你唱一首爱你的歌。是含泪看着我，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？